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各校毕业典礼咱无多来实体来举办，免费互转十九号嘛，举行着创校五十六年来首次的线上毕业典礼。尽管讲毕业生无多，伊以校长来参与，但是校方董事长、校长甲毕业班的导师，咱来录影来炸好毕业生祝贺。同时嘛，将毕业班伫学校而且相关活动甲学习来剪接变成影片，透过着线上的这毕业典礼，带着大家做回忆着学校学习的记忆。人生要应变。各种千变万化的、来不及的风雨，风来了，我可以借着风力壮大自己。恭喜敏慧学子，在1800多个朝夕勤敏学习，在校园的课室里、实习的场域、医疗机构，留下深刻。而扎实的学习。这场创校五十六年来首次的线上毕业典礼，佮邀请着台北市联合病院和平附幼院区的护理部的刘翠瑶主任担任贵宾，也勉励毕业生贡献着专才，往着以后职业目标来前进。鼓励同学们在踏出校园前，能够不畏惧，勇敢地投入临床，贡献所学。在这个疫情打乱的时刻，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淬炼。而2021年的毕业班的你们，也同样的要放弃过去的自我，找寻新的价值观。宜宾会后转的线上毕业典礼，透过镜头带领着毕业生做着校园的巡礼，同时阁有毕业的校长、教职学姐来再来着提醒甲叮咛。尽管讲大家无多面对面讲着毕业快乐、珍重再见，但是线上的毕业典礼侪侪叮咛甲祝贺，将陪伴着毕业生往着以后专业人生的目标来前进。南天新闻台以下刘雅采访报道。